我叫李天游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妈妈。奶奶说，我是坐着飞碟从月球上来的，所以我是个外星人。不过这是个秘密，奶奶说，如果让其他人知道了，我就再也回不到月球，再也见不着妈妈了。前一段时间在电视上看到神舟七号太空遨游，我激动地哭了，我太想回月球看看了。于是最近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宇航员，我就是要当一名宇航员。小布丁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不过当宇航员这件事我还没有告诉他，估计他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因为他还没上学呢。这个可要迟到的。老规矩，中午打水去。古埃及和我们中国都是四大文明古国，埃及的金字塔和我们的万里长城一样，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。其中最大的金字塔是由上百万块巨石垒起来的，每块石头平均有2000多公斤重，最大的有100多吨重。在那个时候，建筑主要是靠人力来完成，可是这么巨大的金字塔是如何建造起来的？有人说是外星人建造的。外星人，外星人在哪里？老师，李天友在课本上画画，还把课本画破了。李天友，我是一个摇滚乐队的艺人助理，我们今晚要在黄土高原的古长城举办一场露天演唱会，这是昨天夜里12点临时决定的。我负责运送乐器，从北京出发，已经开了10个小时，我觉得我迷路了。
好的，我马上，我尽快，我马上。你是从哪来的？那你要去哪儿？古长城。你笑什么笑？我碰到你的地方就靠着古长城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你跟我走，我带你走近的。喂喂，我听不清楚。喂，看什么看？你看你带的路。现在怎么办呢？应该可以飞吧？飞。你破小孩，你还敢笑话我？现在怎么办呢？爸，那个姐姐的飞碟能修好吗？什么飞碟不飞碟的，不要瞎说话。你最近学习怎么样？还行。考试不及格，小心我打你屁股。这车要大修。你确定今晚上在这住？欢迎光临梦旅人穿越黄土高原路演现场，让我们一起在路上，当当当！摇滚万岁！队长，美音联系不上，再联系，联系不上。报告队长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你那个电吉他恐怕是不行了。怎么了？没有电源啊！啊！我发觉我前身就是一块陨石。要什么音响？要什么乐器？回归自然吧，让心灵歌唱。有厚点衣服吗？行李都在美音车上呢。有吃的吗？
没有。谁出的馊主意跑这儿来了？前天晚上我们还在北京呢，你大晚上12点在后海银锭桥边上一酒吧里喝多了，死活非得把我们拉上车开一整天到这儿了。就那新加盟的主唱美眉，给你看了几张网上当的照片，你一激动她就疯了。开机死定，不开机更死定，死定了更死定了，死定了更死定了。这有啥好犹豫的，反正都是死定了，死定了死定了。喂，我听不到。什么？回北京？队长决定今天回北京，所以赶紧把东西运回去吧。我觉得我们在精神层面很难沟通。别闹了，这儿没吃没喝，再耗下去会出人命的。我可以教你辟谷。你的脂肪肝、啤酒肚还有灰指甲，都是胡吃海喝给闹出来的。行了，别跑题了。现在是解决你的问题，走不走？不走不走就不走。当初可是你说的，只要我当主唱，一切都听我的。哎，对了，昨天怎么联系不上你啊？什么情况？我昨天迷路了，进了沙漠，没信号。不过现在已经脱离险境了，我一定会把东西安全运回北京的，你放心。好，我们到时候联系。好。你究竟是干啥的？专业艺人助理，业余录音师。我热爱声音，梦想成为一名专业录音师。我喜欢戴上耳机，举起麦克风，闭上眼睛，寻找和记录声音。我一直觉得有一个最美的声音在某个地方召唤我，我一直在寻找它。这一次也不例外。昨天下午校长罚你打水，水没打回来，人倒不见了。你说一个下午都跑哪儿去了？哎，课都没有上。上课开小差，整天胡思乱想，成绩只退不进。作为一名班主任，我为你再次考出这样低的成绩感到荣幸处处。拿回去让家长签字去。李天佑，为了帮助你进步，班主任让我对你实施1:1。班主任让我对你实施1:1，从今天起你必须主动的积极配合我为你制定的学习计划。礼拜天我上你家去监督你做作业。咻咻咻，把脸扣，王小凤和李天佑，李天佑不闲慌，男生都要女生放，保护我多道长，有小心媳妇回娘家。咻咻咻，把脸扣，王小凤和李天佑。你们干什么呢？我要去告诉老师。李天佑，你真羞人，还要一个女子帮忙。有签字
这个字我不能签，上次就因为签字你爸差点把房子都给我拆了。不会，人家自己名字不会写。林天佑，就你这几个滚瓜子还模仿家长签字，你当老师是傻子？奶奶，咱们这块有谁识字？谁字写得好？写对联什么的都找白马劳。有一片神奇的沙海，常常下雪，一年四季都是白色的。听说白马狼就住在附近，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。坚守岗位，是。奶奶说这是以前飞碟降落的地方，可是我们守了这么久什么都没有发现。是不是飞碟还在基地？有这种可能。北马狼啊，从前是咱们这个地方的人，他信天游唱得好。
姑娘们都喜欢他。后来啊，打鬼子拆了军。有一次，掩护部队转移，他一个人一条街，牵着鬼子的鼻子到处转。立了大功哦。那他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？他是不是也是外星人？你呀，满脑子都是那外星人。奶奶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去月球啊？这呀，得靠你自己，好好学习，学到真本领。天佑，你还不如一个女子。你嘀咕什么呢？有种咱俩比。好啊。预备，跑！李天佑，你连我都比不过，还当什么宇航员？这次不算，再比，还没输够，要不回头去山海比？比就比。我是一名资深的摇滚音乐人，我正在进行穿越黄土高原的艺术采风活动，经过贵校，愿意为贵校的音乐教育事业做一点贡献。我不要报酬，至于食宿方面，一切从简。天佑，你在看什么？外面有什么好看的？来，你唱一下。山大大的那个开花哟。
好听伴奏，跟着唱，别跑调。捣蛋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认真唱，唱准了。我知道你也是从外星来的，你的飞碟藏哪了？走的时候把我带上吧。我不会白做你的飞碟，我会感谢你的。怎么感谢？飞碟的事好说，你先给我唱歌听听。你为什么想上太空啊？秘密。怎么才能上太空啊？坐飞碟呗，或许当宇航员。亚拉多特车前看你这车啊，就没必要再修了。为什么？那换件的钱都够买辆奥拓了。这么贵？我看，要不然是这样，你把你这车一拆，再一卖。你这轮胎好像还是个名牌。小孩，你笑什么笑？
十五、十七，来不及斩了，还差几个，干脆从你家拿吧。干啥不从你家拿？我奶奶看得紧。奶奶，我到王小峰家做作业。哎。谁怕？是我嫌他太烦人。找王小凤做作业去了。同学，你叫夏明，我回来告诉他。我们是不是迷路了？还不是你死活要到沙漠里寻找心灵的归宿。快叫美英来救我们。别冲动啊，兄弟，这是新买的，算咱们固定资产里边比较值钱的了。是白色的。爷爷哥哥，咱们怎么打败夜行花人？这就是咱们的秘密武器。你
真的飞碟基地啊！哎，天佑，回来的正好，洗把脸，该吃饭了。你不是说去王小凤家做作业了吗？你这书包咋没带呢？你不是说去王小凤家做作业了？这王小凤咋跑到咱们家来了？这么丢脸的成绩，你也能考得出来？我看你是不要洗这个脸了。
个大大院，咱哥哥家里天有出远门，刮风下雨下雷。今天我约了同学去上海比赛。少废话，成天就知道玩。停车，我要尿尿。狼吗？我听到过您的歌声，也听老乡们说起过您，专门来拜访您。我不会唱歌，你走错人了。用理想造一个句子。我上次考试不太理想。零减一等于几？零。零减二呢？零。零加一呢？零。零加二呢？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零什么也没有，怎么还能加呢？ What's your name? 嗯。How old are you? 啊。What's your dream? 嗯。大概只有刚入学的水平。李大成，虽然你没有读过大学，虽然你现在是大款，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学校图书管理员，但是我相信啊，既然你能来找我，也是知道教育的重要性。咱们同学一场，我劝你还是早点把他送到县里来读书，教学条件好，教育质量有保证。你这孩子啊，可得抓紧，耽搁不得。这就是你以后的学校。我不来。这是全县最好的小学，比乡里的要好得多。我不喜欢城里。为什么？城里没有飞碟。你又胡说八道什么？城里就没有飞碟，飞碟不会降落在城里的。我不跟你说啰嗦，就你这水平，人家要不要你来还不一定呢。我不希望来。你不来，你不来能学好？能，我能学好。那些东西是干啥的？这些都是开采能源用的。能源是干啥的？地上开的车，天上飞的飞机，都跟他们有关系。那去太空呢？去太空
就更需要他们了。没有能源，什么火箭、飞船的，他都动不了。哎，我说你，不要一天到晚你就知道瞎贪玩，天天嚷嚷着要当宇航员，有什么用？不学好科学文化知识，你就想都不要想当宇航员了。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三千尺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疑是银河落九天。回答的不太准确，但李天佑同学最近的学习态度很积极，值得表扬。同学们都应该向他学习。这玩意儿不能飞上天，就是破纸筒。那同学们，谁能让它飞上天呢？我能。帮我个忙吧。他就是白马狼，我们这儿的信天游属他唱的最好。你为啥找他？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也在找飞碟回太空？他是不是也在为飞碟降落做准备？你怎么老玩不写作业呀？我没玩，我在训练。训练什么呀？训练当宇航员。泡在水里头就能当上宇航员啊？你懂什么？书上说太空没有氧气，当然要练憋气了。在你帮忙造火箭的份上，我决定告诉你我的秘密。
我是个外星人，我是坐着飞碟来到地球上的。我的家在月亮上，自从我来到了地球，就再也没有回去过。我非常非常的想回去，因为我的妈妈在那儿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。你能帮我吗？我觉得这还是风筝，不算火箭。火箭都是喷火的。别把火箭烧了。咱们还是按书上说的，想办法给火箭造一个助推器。舅舅再见。你们找对人了。舅舅知道了咱们的火箭计划之后非常支持，决定赞助咱们十瓶酒，这样一来修车师傅就会给咱们造一个更好的火箭助推器。咱们什么时候上的小学呀？我7岁，你6岁半。那什么时候上的中学？我13岁，你12岁半。那大学呢？初中读3年，高中读3年。我19岁，你18岁半就该念了。哎，那我还得等个20年才能当上宇航员。这可说不定，全世界没几个人能当上宇航员。你为什么种树？我喜欢树。能留住土地，到处分撒吗？哎，我说你为啥喜欢新天佑？我也说不清楚。我的生活一直是乱糟糟的，但是那天第一次听到你唱歌，心忽然就静下来了。那种感觉好像小时候才有过。听。是一回事，唱是另一回事。你能喜欢，我很高兴，但是我没办法救你。为什么？你的声音不对。那什么样的声音才对？嗨，我也说不上来，好像以前听过一个声音。
估计等到这片小树林都长起来了，飞碟看到降落标志就该来了。你也得在什么时候？我们赶快去种树吧。赶紧去找医生。你路不熟，你守着，我去找。再去鸭圈了。医生刚走，走下上去了。至少等他读完这学期再转学不迟。校长，我看这一天都不能耽误。我今天要是不来，还不知道这小子居然敢逃课。其实也没这么严重，这孩子最近挺上进的。你知道，这孩子在我心里是多么重要。没有啥大问题。谢谢您。不用谢。白马囊直撒鱼鳞，为我们这做出了很大贡献，我应该谢谢你们。没想到，
你会以这种方式和我们告别。兄弟，再见。怎么了？难道你们不觉得这是防晒的唯一的办法吗？少废话，为你的事能没少花功夫。先去医院体检，回头带着体检报告去学校报到。暴晒太久了，少见光，好好睡。幸亏遇到地质勘探队，要不然你们就没命了。你们没事跑沙漠去干嘛呀？你再好好看看，里面有数字和图形。骗人，什么也没有，乱七八糟，看得我头昏。啥叫色盲？色盲算不上什么毛病，不过以后有一些特殊的工作就做不了了。能当宇航员吗？宇航员？飞行员也不行。为啥？我两个眼睛都是2.0。这不是视力的问题，这是分辨颜色的问题。你想，宇航员要是上了天分不清颜色，那不坏事了。你瞎说！我知道
你从小奶奶就告诉你说你是从月亮上来的，我现在认真严肃地告诉你，你是你妈妈生的，你是地球人。那我妈妈呢？他去很远的地方了。很远的地方是哪里？反正不是月亮。你骗我，是月亮，就是月亮。天佑，你都十岁了，咋还这么幼稚？你瞎说，你胡说，妈妈就在月亮上，我去找她。你究竟想要做什么？再过几天我就要走了，临走之前我想带你去白马郎那儿学唱歌。我想告诉你，我没有飞碟，没有办法带你去太空，但是你有歌声，歌声同样可以带你飞上天，飞向太空。国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就是载着《东方红》这首歌上天的，而《东方红》这首歌就是根据陕北民歌《骑白马》改编的。这是我旅途中听到的最美的声音。爸爸最终达成协议，在乡里的小学继续读书，如果期末考不进前十名就转学。天，飞越美丽的地球，飞向遥远的太空。我仿佛看到妈妈在月亮上微笑地向我招手，我是那么高兴，那么高兴。我是一颗小
说，叶柔出生的时候，她妈妈因为难产去世了。天佑至今仍然不知道这件事，仍然相信自己是从月球上来的，是个外星人。其实不管天佑是不是外星人，我都相信他总有一天能够飞上太空，因为他的歌声已经告诉大家，梦想一定能够实现。